我帮你调一下。嗯，谢谢。会调出来。好。啊，对了，千羽，嗯，上次直播大受好评哎，直接变成我们新节目的主持人，恭喜你。其实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初次见面。哎，早安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我等一下去放东西。OK OK。好。OK。他就是小兰，今天要接的搭档。千露，你时间也太早了吧？啊，又水肿了，现在修容好了。早知道昨天直播不应该吃宵夜，只能来大修容。啊，好累哦，早早的。开新节目哈。嗯。喏，给你。谢谢。我跟你说，电视台的摄影棚就跟冰箱一样，真的。在开录前，你自己要穿暖一点，因为我跟你讲啊，我以前很常穿女装，穿着短裙在这边录影，整根变成冰棒哎，真的很冷，我现在脚也很冷。所以朋友，真的你要多穿一点，不然人家感冒。哎，千羽，千羽，千羽，天气，要不要帮我冷气关小一点？哦，不用啦，谢谢。那我先帮你把皮鞋拿走，因为我妈准备录影了。哦，好。你要拿什么毛巾？谢谢。准备录影哦，来。他是你男朋友？哦，不是啊，他是我室友。你们住在一起？嗯，蛮帅的。好来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千羽，今天是同居有问题的首播，欢迎我们首集来宾小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赖。Hello， 小赖。我们今天呢邀请小爱跟我们聊一下室友做什么事情让你最讨厌。好，那我们这里有四个选项，你看一下。四个都很讨人厌耶。真的哎，都蛮雷的耶。真的。但我看到这两个啊，我其实不太敢说什么，因为 A 跟 B 我都有中。就是因为我表弟很爱来找我，然后他来住我们家他都不穿衣服，然后我男友也很爱来找我。等一下，我听到重点了。表弟他身材好吗？不错哎，哎，他是你知道有肌肉，然后还有点刺青的照。你为什么你不带你男朋友出去外面住，然后把房间让给你表弟啊？其实我没有很想哎，因为就我跟我室友都还蛮好的，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回到家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感觉。哎，可是你不觉得带男女朋友回家，就是你知道半夜会有那种声音？没有没有，什么东西？我没有我没有。哎，我又没说什么声音，你们想歪。哎，等一下，说到声音啊，如果你室友一直唱歌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烦？其实我觉得还好哎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很常看到我室友就是戴着耳机，然后一直看着手机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哦，所以唱歌是你本人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对，但是因为我本身有歌手梦，所以我很喜欢走到哪边就唱到哪边。最近有出一首新歌，叫做《下次我会把你抓紧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哎，我有看，我有看呢，你里面有大哭戏，对不对？对，果然是专业的主持人，是不是？好开心。而且你的那个 MV 首图是男男后抱，这看了谁不会点进去啊？真的，我搞不懂你点了哪个。真的，点阅率一定很高。你们节目很不友善，不能学习。没有啦，那我看一下，讨人厌的室友啊，你觉得哪一个票数会最高？我个人很讨厌 B， 那你？我好像比较讨厌 D 耶。真的假的？你可能觉得有点吵。没有，不是说你啦。害我们刚刚差点中箭一样，因为我觉得 D 真的很还好哎。不然我们来公布一下，就是网友票选哪一个是最高票的。好啊，238，哎，蛮多。我觉得 A 应该是福利吧，所以你可以接受，就是男生穿很紧的内裤在家走来走去。Absolutely， 越紧越好。好，那半夜煮火锅，这还好啦。这个怎么会这么高票？这个我觉得很普通。那一直唱歌，你的部分。怎么可能？意外很高票哎，很高的哎。不过这第一名我会怀疑是公正性。好，最后一个带男女朋友回家。好，最后一个带男女朋友回家。啊，带男女朋友回家是第一名哦。真的。啊，那
阿飞很对不起叶一豪哎。阿飞跟一豪是谁啊？哦，他们是我室友啦。你室友都男的、哦？嗯。你很 exciting 哎，你的表弟。啊！是干嘛呢？不要乱讲。你们早注定了啦。真的。哦，问一下小赖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合宿经验可以跟观众分享？有，因为我刚刚选 B 嘛，因为我本人有切身之痛。在大学时期，我曾经跟一个男室友，然后睡在同一张床，然后住了大概两年多。但是因为中途呢，因为我可能出去工作，然后他就会带女朋友回家。那因为通常叫合宿，通常带女朋友回家一定就是要 do something。对，但是我每次下班工作回家，我就是想要马上躺在床上，然后我就一躺，然后一到哎。怎么湿湿的？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床怎么湿湿的？”对，他说：“哦，没有啦，他流汗这样。”我想说事态不对，因为我个人疑心病很重，我就这样闻着这样。Oh my god！ 大闻草，鱼的味道。我真的鱼的味道哎、欸，大神奇！我说你是不是带女朋友回家？他说：“对啦。”我就想说你应该要洗床单吧？怎么可以让我闻到鱼的味道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可以骗我？然后一闻到鱼的味道，我从此就是很抗拒，就是带男女朋友回家这件事情。但我后来就有报复他，我也带另外一半回去。跟他拼了！跟他拼了！那谢谢今天小爱跟我分享这么有趣的经验。那如果网友啊，就是有什么对室友的抱怨啊，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故事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那谢谢今天小爱来我们的直播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千羽，今天谢谢你。不会啦，节目蛮好玩的。哎，但是我上次有看你直播啊，就是在聊一些爱情的问题。哦，对啊。哎，但是啊，自从我上次直播公布我男朋友之后，我开始掉粉哎。真的假的啦？你男朋友长什么样？我看一下，给你看。蛮帅的啊，为什么会掉粉啊？因为网友就是说他脸太油啊。脸太油？什么啊？这也可以骂？但这只是小儿科，我跟你讲，我都被骂什么人妖啊、丑胎啊，都很严重啊。我建议你，你下次就开直播，直接帮男朋友吸。吸油啦，吸油啦！你还开玩笑哎、欸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那个他其实脸是亮，吸不掉，因为他是那种天生奶油水光肌那种，你懂吗？怎么可能啦？真的啦，就那种亮的那种啊！我是看一次，怎么可能洗不掉的？没有，它是皮肤亮。那其实不是，好像不是油光，你知道吗？怎么？嗯，等一下我去看你清楚一点。哎，来啦，我看啦，我化妆三十几年吼，这种肌肤我很有经验。哎呦，这天生的啦！我跟你讲，这种肤况难得一见，画过这么多艺人，上次画这么好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谁啊？王力宏。哎、欸，可是王力宏是白的呢。哦，啊，巧克力有分白巧跟黑巧啊，你能说哪个不甜哈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就说你们还太嫩。啊？他谁啊？你们说话的、啊。没有啊，我今天自己带妆到哎、欸。啊？什么？好奇怪哦，他发质好差。吓到！谁、啊？好恐怖，打力超大力的，好痛！电话，电话来。哦，喂，嘿、hey, ，我是啊，怎么了？是，我家失火了，全烧光啊！警察局说我家失火，全烧光、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想一下，我家有空房哎、欸，我房东说可以日租，还是你要来住啊？什么？可以日租哦？你房东这么 free？ 嗯。那我等一下先回去看一下我房间烧的怎么样。嗯。然后我整理一下，就住进你们家。哦，好啊。没有，说好了。嗯。好，那我先回去看。啊。喂，伟倩，我跟你讲，
紧急状况，一定要15分钟后打电话给我，说我家失火了，听到没？一定要做到。好，拜拜。哦，哎，只是王亮是明白的。哦哟，只是王亮是明白的。哦哟，太激动，你看我还差了。哇塞啦，哎呀，拿杂林化妆来看，姐啊，专业，什么肌肤没碰过。跟你说，像这种肤况这么好的吼，我上次看到是王力宏，可是王力宏失败。哎呦！